家好，我是田之学医师，防疫已成为你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今天就让田医师来为大家复习五个防疫好习惯。第一，每日量体温，不是速就医。第二，口罩要戴好，脏污要替换。第三，正确勤洗手，不碰眼口鼻。第四，距离要拉开，病毒不传染。第五，环境常清消，空气要流通。透过以上五个防疫好习惯，可以帮助我们提早察觉身体的不适，也可以降低接触及传染疾病的风险。防疫的路上，每个人都很重要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。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十二月十三号的股市万德福。很多人说：“哎，老师啊，你的股票那哈强啊，重点不是这些啊，重点不在这里。”现在是十二月了啦，好，十二月了，你一定要有一档股票能贯穿十二月到一月明年嘛？那什么族群可以贯穿到明年？这才是重点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大多数的朋友会问阿德一件事情，啊，老师啊，今天无量啊，今天无量好了，你可以记住一件事情啊，如果大盘，然后如果大盘有两个大人，两个大人吼，我怎么不跟你讲嘛？大盘有两个大人来。如果大盘有两个大人，一个要休假，一个要做多，安尼好不？安尼好不？安尼就是起嘛。好，来，你唔相信，来，我过来讲一个物件。哦，这足简单的啦，吼。今天刚好没有人画很多线啦，吼，没有人画很多线。因为老师你安尼也是在讲哦，吼，可以啦。你看看这个大盘，看一下，我把它放大一下，我不用看量哈，我直接把它用一个图。我要告诉各位，赶快买。为什么？我说老师啊，这个公告告到那个179988，贵不贵呢？长上影线对吧？隔一天就是有一个穿入线，那是多头反攻啊！啊，老师失败，没攻，这个穿入就反穿入嘛，穿入线再反穿入，穿入有病。我老师什么意思啊？病嘛，等高不叫病吗？那为什么病呢？太别得去啊，叫病啊！对吧？探路孕妇病怀穿泥嘛，啊，病如果是要反攻的话，那就是空头是不是怕不下来 啊？不然为什么要病？今天为什么最低点收在这里？要老是差一点点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哪在做？就杀不下去嘛，因为要砍的人全部都砍掉了，那代表什么？多头两个人嘛。如果外资是多头，好，算他是空头啦，反正大盘有两个大人啦。一个政府，一个啥，一个外资嘛，对吧？那你看一下，今天呢？今天加权指数安怎？未歹哦，你注意看，什么加权指数涨落来的哦？好，来看看，创历史新高。今天还涨了多少？大概 0.5% 吧。今天还涨了大概 0.5% 吧。创历史新高啊，这叫柜台指数啊。所以现阶段呢，阿德跟你讲的对不对？你买去想的什么18000啦，18000一定过，而且未来两个礼拜之内一定过，而且会冲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外资要放假啦，外资你也不用猜他是要做多要做空啊，反正大家放假啦。啊，接下来无量呢，无量你哪跟阿德到顶者披露工现在是在做那个股本很小的，比如说3-4亿、4-5亿的，哦，你对阿德到顶者，如果他的位阶又很低，对吧？他的位阶又很低，那大户又要锁码这一种，未来整个趋势是对的，按行连喷，
所以现在做的就是这种的啊，不是吗？你看所有的托顾老师，大家给你包一片，包一片包啊，很大一片的，什么 元宇宙给你讲一大片，结果他的股票都没起啊，都在替主力差嘛，反而是我们的股票还一直在创新高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用变来变去啊，所以你现在要买的就是要大户连喷的标股嘛，因为只要连喷，那就要变什么？变第一啦，做股票就要变第一啦，那有可能变第一老二老三呢？什么十二月啊，那个变老二老三呢？啊，变趋势，趋势很重要啦，因为阿德跟你讲，咱咧做股票足简单的，什么拢免讲，趋势上重要，你也看，如果它是趋势，你就会使，你就会使买啊。就很多股票都创历史新高了，还继续在走，对不对？所以跟着阿德做是不是较实在？因为我老师，你的趋势伫倒来，你伫遐看下，这是电池哦，电池，你来看电动车的趋势，未来十倍数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如果是电控、电感跟什么电机、电控跟什么电池，如果三样的话，那我先告诉你，你若明早电动车未来十年也好。啊，你也先做电池啊！啊，电池赚了，你也使做啥？做电控啊？为什么要做电控？来，阿德打你讲，就是刘良伟董事长讲的。2023，剩下两个礼拜了，就2023了。2023电动车会放量，阿你我先搞个位，你要走也唔走，对吧？你要不要赚？因为人实在真正投进去去做的啊。那你不相信吗？你来看，这个在海英俊先生讲的哈，那先来看一个股票。今天黑 K 哦，他为什么还继续做一个图形上来？因为做简单的物件啊，专台湾市场如果有两个大人，一个叫外资，一个叫政府，好，那我请问各位，这叫外资卖的嘛？卖一兆多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现在为什么要做底？现在为什么要做三项上去？因为过来你外资无拉拉嘛，我监护者啊嘛，啊，所以讲你大盘你是不是爱跟来做？啊，做啥？做电控啊？为什么做电控？因为电控会到，它是一个高成长的产业啊，敢不是？如果电动车能成长十倍，那我打你讲，未来三年电控，这是专家讲的，这不是阿德讲的，它会成长50%。企业产业它会成长十倍，里面的电控它会成长50%。啊，你也在行动，我这我唔知。你叫阿德省，阿德不要省，因为他是整个族群的。好，啊，我重点来讲，如果有些股票，有些股票嘛，哦，比如说建达，对吧？建达有厉害不？比如宜利电有厉害不？对吧？而且股票为什么一直创新高，一直创新高，一直创新高？它因为跟电控有关系嘛，因为这些股票都有双题材，对吧？都低价低位置。它高成长，所以你标嘛，所以你要做的是这嘛，所以阿德一直在各位讲讲，其实很重要。现在你要找的就是大户愿意买的啊，大户愿意买的，外资你不管嘛，除非你要买台积电嘛，你才会管外资嘛，除非你要买台达电嘛，你才会管外资嘛。那你如果要管赚钱，要喷第一名的，阿内利都在带大户走啊。所以大户设的一定首先啊，设趋势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是不是趋势？是不是趋势啦？阿德问你嘛，阿德介绍电动车来，这个很多人都知道，从2019年10月介绍到现在嘛，对不对？阿德有变吗？无嘛？为什么不变？因为它是一个趋势，你也在赚到钱啊。你看今天你足侪老师诶，对吧？足侪分析师诶，拢带你顾左右言他，这也好，那也好，那也好，那也好，带你讲讲一大堆，结果伊拢无带你讲什么股票会起嘛？对不对？涨停板迄支伊都有啊嘛？重点唔是啊，我讲你爹的阿德是毋是较实在？因为阿德事先就跟你讲了啊，啊，既然跟你讲了，你就看看这些股票，然后我问各位好不好？如果很好，你就要赶快做啊。啊，如果不好嘞，不好你就卖走啊，对吧？阿德明来讲，你哪感觉这股票假好，阿你打买。譬如讲，我们一支一支来讲，我等下讲宜利电，我讲老师，我知道那个宜利电哦，跟你有关系，什么关系？王黑里的学长，王黑学长也很八卦啊，
他不认识我啊，只是我认识他而已啊。就像我认识总统啊，我认识蔡英文，可是蔡英文不认识我。我是不是要跟你说，这间公司不错啊，当时是我介绍的时候10块附近，对，第二届介绍26块附近，对，第三届是不是44块附近，对吧？啊，重点是什么？这个股票到今天我们来看2497，那看伊今仔日，哇！你啊看到这个图形，你安那散啊？这就是啊，这就是讲，如果你有100万，如果你要赚钱，买这种的最好啊。对啊，你如果有100万，你跟着做这种最好啊。为什么？今天啊，今天已输浪了哈。今天它没涨停板，对吧？它今天没涨停板嘛。但是重点是啥？阿德想要跟你讲，其实这种股票它还会涨。那你看到宜利店，你看到啥？我看到未来，什么未来？如果你早一点打电话给我，对吧？你有提到嘛？迄阵你若提到10几块，阿麦讲10几块，20几块，26块，好不好？好，你28块也可以拿，30块也可以拿。你早一点打电话进来，20几块；晚一点打电话进来，多少？40几块。那差别是多少？差的价。你今仔日呐，相信阿德，认为阿德，做人阁未歹。做股票嘛，袂安尼变来变去，真正受够劳心，真正有法通带你斗三工。啊，你也请教，卡电话礼拜，你拿到二字头诶，对吧？你现在如果100万，218万，安尼谈好无？当然好啊，卡差卡较好啊。你卡慢卡无要紧，你四字头拿到现在95万，你啊100万，95%尔嘛，对吧？95%嘛，100万你就赚95万嘛。干不起卡板卡也可以吧，可是现在叫你买呢，是一点打工。哎呀，老师啊，好可惜哦，没有连喷啊。如果连喷，我会考虑看看啊。现在已经94头了啊，老师啊，也无变18啊，你要讲变18，我会变化嘛，对吧？很多人都会有很多话可以讲，可是重点不在这里。阿德不是要来讲这，阿德是要来讲啥？如果你早一点进来拿。你可以拿到28.6块的，跟着阿德一起赚。你若100万呢，你赚218%，218万变化买嘛。这个是低档双题材低价高成长，你若拼了爱的起起来的218%嘛。你看慢的无要紧，嘛快一倍了嘛。所以现在我在叫你买，你要不要买？你讲老师要买啦。现在不要再要叫我买这个啦，我知道啦。如果我现在叫你买宜利店。你也不敢买，那叫你买，我也没有那个心啦、啊。我讲、哦，我已经去两倍我，好，你晚一点的，快一倍的，我叫你买，我觉得我老师还怪怪呢，安尼怪怪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重点在哪里？你要卡早卡入来，今仔都无这个问题，早一点都没有这个问题嘛。你早一点打电话进来的，阿德打的公益一天。就算你以前听到的到 中间听到的到未来听到的通通一样啊，因为这有大未来啊。哇，人家抬头显示器阿德打你讲哦，较早吼迄是迄落哦，华汉迄种公司较厉害呢。啊，即卖红火宜利店啊，这个足厉害，叫抬头显示器。迄阵咧，迄用的大部分是剑刀机啊用嘛，战斗机在用的嘛。那现阶段的自驾在用的，对吧？或许以后会更进阶啦。所以说这个是长线的，但是现在起到这样你敢买不敢买没关系，那没你来买一支建达、啊、我哪是还建达出鸡蛋，你有没有开玩笑好不好？因为阿德跟你说的时候他才多少10几块而已啊，你要不要买？一通电话就有了啦，凭良心讲一通电话就有了啦。你今天如果资金大一点的500万就好，那变970万，你100万变194万，真的阿德这个股票给你的时候真的可以买得到，看你要不要买而已，看你要不要买而已。来，我给你看，这大家都看过啊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的时候就这样子，那时候是盖起来，我给你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你可以对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今天没你也看看这种股票好不好。我问你啊，好不好？我们重压的啊，叫建达啊，有两灯涨停啊，你如果有赶快什么通通报好。所以说阿德要打各位说一句话啦，
就一句话，真心话，真心话，你如果跟着阿德做股票，你不用提心吊胆啦。对啦，你不用提心吊胆啦，因为你找阿德做最安心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你跟着阿德做最安心的啊。因为来来来来来，有的人说老师啊，这吼这用赢的就可以啊。啊，来，如果这个我如果没有跟所有的会员讲说你通通都有买，这样就是我不对。你跟着我有没有买？有吧？除非你说啊，老师啊，那天我没赢没买到，这样都没算。所以说你如果买到建达，你今天怎样送啊？有没有买？有啦，你给我作证嘛。所以说做股票啊，其实阿德讲说找阿德最安心啦，阿德不会变来变去，也不会骗来骗去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重要，重要在哪里？来，如果你没有买到的，阿内今天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买一支，买一支。用老师真的啊，你这支有什么好？因为现阶段我们就是要拼第一，其他都不要啦，对不？你来看阿德的节目，等下来讲，来跟我比，来跟我比，你所有参加的会员来跟我比，你参加别人的来跟我比。如果我输，那我不要讲了，我这波单都退掉，我就不要来了。虽然被代表第一嘛，什么叫第一？来，我给你看，这波我没讲的哦，时间吼、哦，真紧急，你来看，这有无？这有第一无？五二四五，有第一无？有啦吼，亮灯涨停板。你讲老师真啊假？这真正你有来导播看一下 VCR 者，唔忙等啦，迄电动车你忙等啦，你如等你要看，你就你一直飞去，你看。啊，你也看伊股份要偌济，4.4亿啊，卖这较实在啦。我讲即摆小资的人，有钱人啦，索马耶咧，我来讲会喷出去。真正会喷出去，阿德有带你喷无？一个冰冻钱就有啊啦，今仔超过啊啦。往50块比买一个冰冻较俗，你也唔信？我也无带你喷啊，对吧？对吧？50块比一个冰冻较俗，今天55.1，对吧？我给你的时候，手给等刚。再来再说，3G、4G、5G、6G、7G、8G，来，阿玲有赞无？赞啦吼，对吧？有人讲老师啊，哎，过去的代志，我拢嘛知呀。对啦，我知道啦，高人比资金较强诶，对吧？你看到这个，我带你讲啥？敢锁敢放啊！啊，你敢坑无？你敢坑无？敢放哦，敢放来，阿玲这都是你的，特别落去。他堆落去，用老师啊，买啊啦！你看会当搁较俗个袂？我昨天送给你的，有俗无？我星期六送给你的，有俗无？啊！你讲老师啊，我先好啦，我看啊，有俗无？这有没有很多人拿到？有没有很多人拿到？有啦齁，很多人拿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最近阿德老师的电话特别多，对不对？因为阿德说要拼第一的，是不是？这支，来，您看一下，开盘市价买进第一标王，这支股票叫陈德4554，对不对？目前的票数最多的是资金。哎，老师，真的有降低吗？因为我有说哦，来，导播。因为时间用要白付啊，这段 VCR 你打放落去，导播 VCR， 赚钱嘛，他们比人家多，股价哪有可能比人家少，对吧？你了解公司哪有可能比我较贵，对嘛？你也使去看啊，所以讲你要买拢爱买这种，这种才会飙啊，这种低价的才会飙啊。你看上个月已经创历史新高嘞，所以说来谁先回答站上哦，譬如100块的。现在我来讲票数上多的是这支啦，对吧？我比如来讲票数上多的是资金，我有带您骗无？有带您骗无？所以讲，
做股票，我来讲啦，一定爱老实啦，一定爱老实啦。所以讲重点了，老师还要跟我们有。现在要买的一定只有一件事情，你跟着阿德买是不是最安心？好啊，我就没被合理。只要连续喷涨停的标股，其他的我们通不要，其他的我们通通不要。在哪里？来，再看一遍。我们要的是双题材、低价、低位阶、高成长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讲老师啊，是不是来对？你卖有啦？我说你不要猜啦。有人说啊，建达我知我知，起码万泰科嘛足厉害，哇，海华嘛足厉害，圣达科已经去一站啦。哇，阿青这恭喜恭喜，这是新贵啊，好就卖讲啦。哦，建顺哇好厉害啊，哎，你的承德，对吧？这阿德的嘛，对吧？资金哇好飙，连续八根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只休息一天而已，其他都涨停嘛。好，重点来啊，你要的这个啦，你要看车，我用电控天下呢，这是 MIH 电动车电控元件之王 Part One 而已呢。我你要要哦，哼，不用啦，不要猜啦，就直接拿就对了。来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你今天要赚大的，其他的都不要想了啦。你一定要做趋势啦，啊，其他也不要想了啦，啊，变来变去的老师的你也不要拿了啦，你就来拿阿德的，因为阿德从来没有变来变去，阿德要做什么，我就直接告诉你。以前我在做电池嘛，直接跟你讲啊，现在要做电控嘛，直接跟你讲，对不对？所以跟着阿德开始在大户连喷的标股，你买无？亮灯涨停，我来讲，你刚才开始呢，要赚大的，你点了你的不好通。那你如果资金大的，就跟阿德所讲的 QR code 底下扫了。哎、欸，我去上我爸上啊！你卖讲你干那三五百万呀？你讲你等下 QR code 扫了，啊，结果哦，啊个无用一抓，好、哦，你就直接电话来卡了，扣得二啦，好不好？这个比较实在，电话一定把它打通。这是阿德想要说的。来，我们先进一下广告，等一下再回来打电话。的年代，我们给您最强势的后援，188超值互助专案，帮助您战胜市场，重回赢家的行列。超值专线02-812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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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来复来复直播，立即上线。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我们两家很辛苦，从8月开始，小朋友上学每个月只要3500，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像是城教育基金。对啊，爸爸要买游戏机。什么游戏机？没有，吸尘器。0到6岁，国家一起养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，很多人看到阿德的节目都说：“哎呀，阿德，你的恭维那才紧，我懂。”因为阿德的股票都很强，那都很强，我没办法不介绍啊，对吧？
他没办法不介绍啊。那介绍他完时间已经太晚了，所以说重点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讲话会速度会快一点，没办法、啊，这没办法、啊。重点阿德不跟你讲，今天有三个。第一个，大盘一定会涨啦，你放心啦，因为两个大人，一个人要去放假嘛，一个大人是做多的嘛，放假迄个如果做空做多，我唔知道嘛。但是现在村的大人在台湾无量已经入去的，所以从技术线型我就要来讲这行。第二行物件，你现在要买啥？买强的啊。第三个重点，你提股票要安心嘛，因为会变来变去啊，什么股票最安心？趋势最安心嘛。所以你找阿德最安心，对不对？阿德有没有变来变去？不会啦，阿德不会变来变去。阿德做两年外，要到三年，三年外哈。应该讲三年啊，三年啊，做三年啊呢，做三年的电动车呢，电动车有的股票去120倍啊，你敢知？所以讲今麦爱买啥？大户连喷的标股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就要一直喷的啦，其他不要的啦，其他不要的啦，只要连续喷涨停的标股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跟你讲电控，因为电控所谓大咖的拢知嘛。所谓好业人拢知嘛，台湾上强的上强的电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没看落的？你就是到外国的恩智浦去提伊个晶片嘛，嘛是台湾嘛是爱电控嘛，买些元件嘛，所以讲来，你要赚多啊，你就是对。大户连喷的标股，新呢？电话只要来靠通，要赚大的电话拨通就给你了。那如果你资金比较大的，不用客气，直接扫进去。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